朵朵金花娇艳，阵阵花香迷人。走进前雾枕新村村，稻香一路，一大片金灿灿的花海映入眼帘，近看花枝招展，蜂蝶飞舞。我们新村里面今年种植的油菜花是200亩，200亩的话，我们是11月份开始把那个水稻收割完之后，以后就翻土整地，以后再播种。现在花期已经到现在为止已经在盛开了，在春节的时候是最好的那个观赏期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有不少游客已是慕名而来，在花丛中穿行漫步，感受着春天的气息，乐在其中，陶醉不已。我很喜欢油菜花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油菜花，所以今天我很兴奋很开心，特别喜欢，特别适合拍照。对，真的是好喜欢。第一次接触这么大面油菜花，也是很喜欢斗门这个区域。珠海资深驴友岁月静好也对斗门的美丽乡村情有独钟，他经常会约上三五好友来斗门徒步踏青。这不，刚看见朋友圈有人晒油菜花，就立马赶过来了。在珠海，哎，还是挺难得的，因为都原来都是小片，这个规划好了还是很美。徒徒步，然后再拍点美景，再发个朋友圈，都是非常好。据了解，新村村有1000多亩示范性水稻农田，从2016年开始就尝试利用水稻收割后的闲置期成片种植油菜花，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了。现在我们种植这个油菜花的时候，我们这有两种作用在的，一个是对那个土壤的改制，土壤的那个改造，对你农田的改造，土壤改造有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就是说种植油菜花，就是说利用土地的闲置期去进行那个观光旅游这块的发展。新村村的村干部表示，油菜花的花期较长，可以持续到3月中旬。此外，村里还种植了30亩格桑花和30亩向日葵，春节期间也将进入盛花期。为了带给游客更好的观光体验，新村村设置了3个停车场和1个集中摆卖区，同时利用花海周围的5条稻香路提供科学合理的游览线路指引，以减少人员聚集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特别多的话，我会进行限流，我们是说在各个主要路口设置那个测温，还有那个把那个人流分流。分流，不要让那个太多的客人去集中在一起，所以说我们会在各个路口就进行标示，还有那个把那个宣传标语都贴出来，让游客注意这个防疫的要求。据了解，新村村正计划把这一片花海打造成为一个农田公园，推出插秧、收割等农家乐体验，一年四季都能吸引游客，带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。一大片那个水稻田全部是绿油油的，也很好看，而且还有一个，它水稻成熟的一大片水稻田全部稻谷全部成熟的话，这个一片也很壮观，这也是吸引你游客的一个亮点。我们下一步来说，我们怎么去把这片水稻1000亩的水稻田怎么变成一个农田观光旅游的点，怎么去打造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把整引导村民进行民宿的建设，还有进行那个农家乐，还有那个居家养老这一块，把它做起来，